我自杀，叔父担心我落子下场，找到了一个8岁的男童，其样貌和我酷似，把他带回府中秘密训练，这就是今天的影子。 双方主帅一旦动手，等于宣战。你有没有把握胜过杨苍手里的刀？却不过是个下人，我不过是他的影子罢了。一合。 世上很多事情本无对错。